我今天买了一张门龙book到拉邦的船票。 跟佳佳还有 Alan Tan camping， 怎么还放弃了啊？不知道。哎，又错了。 What the fuck？ 啊，沙太松啊 ，camp 会飞，想要搬去那边。我们在嘛 ，camp 背后还有 set 了一个。 Living space， 我们煮东西啊，可以挡风用的。不过不是开玩笑啊，老板真是有热到啊。我们只是起那个 tent 吧，我们就已经满身汗了。佳佳的，我的 ，Alan Tan 西北爽，西北了。我的 camp 没有蚊子，可是家家很多，出蚊子啊你家。这里是 shit， 很热，越多蚊子哎。其实我觉得 camping experience 还不错一下的，只是啊到半夜的时候它没有什么风了，所以很热一下。 不过我们在神山 camp 过的人，就是觉得差太远了。不过那个 overall 的 experience 还不错。拉湾原来是很安全，for camping 是很安全的啦。我对在拉湾 camping 有两个想法，一就是。 拉邦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在很多public 的 area camping， 然后它也有一些厕所的设备这样啦。第二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拉邦不太适合 camping， 因为它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它不是一般的热哦，它是那一种弄到你头会晕啊，然后尤其是。 半夜的时候，你要睡觉的时候，它的温度还是不会降到舒服的那个 degree Celsius 的时候，睡觉真的是很辛苦的。